姑姑是靠你啥啦？伊就讲伊去红台，伊去阿遐阿中台。对啊，但是因男朋友就对啊。伊的声音已经收回了，已经是已经红台了了，伊个紧卡电话求救，阿个讲伊红台啊。伊个声音已经足微弱，啊，因为阮来到遮个时阵，心爱的人已经拢走伊啊，因平常时是常常咧冤家嘛，就讲为了钱在吵架是。感情大啦，啊，钱可能也有关啦，因为钱的部分吼，就是伊当姑恐吓，啊，恐吓甲就是阮姑会惊，啊，甲会所以要甲伊分手，啊，甲会分手了。是要提愈侪钱啦？一定是要提愈侪啊！哎，系啊。他已经跟他分手了吗？还是还没分手？分手了啊。啊。姑姑有没有跟其他的，或者是说男生有比较？因为他是工程，是说伊就跟别人做伙微博安尼。没有啊，拢无。目前是没有，他们没有其他男生交往的，对了。系啊，伊就是吼，伊即阵仔咪就是拢交阿婆，啊，佮交阮姐姑姑做伙啊，拢甲因做伙呢。系啊，因为伊惊讲伊会去找麻烦甚物嘅，伊就是想讲吼，不想分手，不想分手，因为伊甲伊分手伊就特别着急啊，甚物拢无啊，甚物拢无。